Hello，大家好。咁啊，话说大半年都未去呢个屯门公园行一行嘅，咁啊顺便行下。咁啊，我最中意或者印象深刻嘅，其实都系呢个玫瑰园啦。咁每次去到都有唔同嘅玫瑰影嘅，当然就近排就花季咁啊，或者花展，咁好多人亦都会去呢个南风车度影相嘅，或者打卡。咁如果你系小朋友啊，咁其实个公园个设施都好丰富嘅，咁可以同俾小朋友玩大半日咧，都唔舍得走。特别系3、4岁至10岁嗰啲小朋友，咁有泥沙啊，就算千秋都有唔同嘅款式。咁系我见过最丰富嘅一个公园设施嚟嘅。亦都公園種咗啲花圃啦，咁有啲绣球花，咁都好新鮮，同埋好夺目下，幾靚啊呢、這個，因為亦都冇話點斜，咁亦都有啲呢個矮牽牛啦。咁原產地呢就係南美洲嘅阿根廷，咁其實佢個外形呢就似喇叭，咁啊同牽牛花就好似。咁虽然有牵牛两个字呢，但系呢，佢嗰个其实佢同牵牛花唔系亲戚嚟噶。咁佢嘅花呢就多啦，变化多端，大家就唔好以貌就取花啦。咁花呢个颜色其实都好丰富嘅，大家见到有着白色啊、红色啊、粉红色啊、紫色啊，或者呢个蓝色都有嘅。咁更加多呢，亦都有啲混合啊，或者单反，或者系重反嗰啲嘢嘅。咁有啲啊一整块啦，咁其实嗰、那个都好丰富下嘅。咁原来佢哋都比较中意阳光嘅，咁如果有阳光充足嘅话呢，就会开得更加靓啦。咁喺昆虫馆嘅隔篱呢，咁亦都有呢个玫瑰园嘅。咁呢度嘅好处呢，就系咁啱呢，其实佢有少少种得比较高啲个花圃啦，咁你可以喺好低角度影都冇问题嘅。咁嗰、那个环境就系咁噶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花圃。佢特別少少就係、你可以置身其中啦，喺入邊影相又得，或者揸影花都得。咁其實嗰、呢個花圃呢就唔大嘅，但係入邊嘅玫瑰呢亦都好多，當然有啲就謝謝地啦。咁你揾啲新鮮少少。咁啊，吸引啲嘅。咁除咗话唔同嘅颜色之外呢，亦都有唔同嘅呢个花嘅款式嘅。咁有啲就传统少少，有啲亦都系重返啦。好似呢个咁喺阳光照耀之下，真系成个灯胆咁嘅。咁有啲花呢就中意3、5成群一齐开，好似呢只橙黄色嘅。咁除咗个心比较黄啲之外呢，佢个花就系橙色啦。咁见到佢好多时都系一齐开嘅。咁有啲就黄色啦。咁细心睇，其实有啲边位呢都系有少少枯。咁呢啲就唔同嘅光线啦，因为喺树梢下，就算阳光咧好猛烈都好，其实都系你可以用个人去遮一遮啦，可以令佢个光线柔和啲嘅。咁有啲咧我就冇遮到，咁就直接用呢个树梢光啦。咁有啲外表睇落去好 OK 远睇，但系如果相机放大睇咧。都系有啲边位争啲嘅。
咁橙色就夺目啲啦。咁有啲就喺树叶下边嘅，咁另外一种媚态啦。咁有啲树叶遮一遮佢嘅。咁啊，呢只重返。咁呢只远睇其实都以为 O K， 但系影落咧，原来都系争少少。咁随住呢个继续向上行咧，就会见到啲小朋友揸住呢个花嘅。咁佢系种住嗰啲秋海棠啦。咁亦都有啲天使小朋友咧。亦都頂住個花嘅花盆。咁屯門公園其實如果就咁睇，你以為係呢個西式，但係如果你喺下邊水入邊咧，亦都有啲好中式嘅，所以我覺得好難用呢個中西式去乜，或者叫中西混合嘅公園風格就會合適啲啦。咁亦都有啲大紅花嘅。不过那个大红花就不是那么特别，反而是只橙色那只，就平时比较少见一点，一般见的都是红色啦，或者是白色多的。黄色其实都有阵时见到，但是橙色就少一点见。咁呢边其实已经是近大会堂或者市中心那边的。咁同嗰個大會堂嗰邊咧就一個天橋之隔啦。咁佢個天橋其實都幾靚嘅，有啲立杜鵑。咁呢個完全係同城市嗰個景觀融合咗嘅。咁佢嘅休憩空間咧，可能新界地方咧就比較大啲。咁好似呢一種咧，就有啲阿拉伯嘅風格。咁佢個亭咧，就上面亦四圍咧採光啦。咁上面咧，中央都係採光嘅。咁變咗就算冇燈咧，淨係用呢個陽光，咁其實嗰個下邊嘅光線咧，喺透涼之餘，亦都相對比較舒服嘅幽黃。咁、那個亭就非常非常大，其實跟住下面咧呢、這個就係流水啦，中人工嘅局部嘅上半橛嚟嘅，下半橛咧其實就係一個橋同埋呢個局部。咁呢個橋嘅盡頭就係呢個昆蟲館啦。咁佢下面咧其實有一個人工局部咧，就比較壯觀少少嘅。我第一次睇都係比較震撼啦，幾年前。咁見到亦都有啲人喺度影相，但係佢啲橋咧彎彎曲曲，有啲中國特色嘅九曲十三彎啊咁樣。咁啊，呢個係另外一邊睇翻落去啦。咁佢個經過局部，跟住再流落翻下邊嗰個水池。佢個橋亦都幾特別，咁另外有啲點樣話佢西式咧，就係、是、你睇下呢個花小花園打卡位啦，咁其實有啲金絲雀嘅味道啊，咁成個鳥籠咧就上面種咗啲蘭藤類植物。這個看落去好像古堡的物體呢，原來是這個洗手間來的。那我第一次見我都比較驚訝一點。那這隻刺桐就落葉喬木啦，那原產地都是亞洲的亞熱帶或者太平洋群島一帶。那中國的泉州或者日本的宮古島市呢，都是用了它做市花。原来早年台湾有些部落咧就冇文字，用了佢开花嚟做呢个新年或者气节的象征。咁佢右肩咧会有啲黑色的刺，大家见到有啲尖尖地。
但系到大个咗咧，就会好快没落或者冇嘅。咁花期一般就三至四月啦。咁见到佢同呢个龙牙花咧有啲似噶，不过早年就喺香港赤柱有一棵百几年嘅呢个刺桐咧，就倒林咁样压死咗一个女学生。咁啊，比較可惜啲嘅。咁見到只雀仔喺呢個湖邊咧，其實就係睇，可能係睇緊呢個菜艇啊。咁下邊亦都有可以放啲艇仔玩嘅地方嚟嘅。咁呢個可能喺城市少啲啦。咁喺大埔啦，或者天水圍同埋呢個屯門空曠少少咧。都見到有人玩嘅，或者有呢個水上活動設施，咁啊，公粉羊蹄甲啦，喺藍天下其實都係咁靚。咁跟住呢度其實已經行到接近屯門火車站。咁喺臨走之前咧，我亦都見到呢、這個門口個繡球花亦都好靚嘅，咁啊斜斜地更加方便打卡添。咁除咗蓝色啦，仲有啲粉白色嘅，或者少少红色点缀，嗰、那个层次感都好丰富吓。咁大家有时间就行一行啦。屯门公园其实好大嘅，特别适合小朋友啦。咁如果热啲嘅时候，你可以去呢个昆虫馆度行一行，或者唞下凉。咁拜拜。